早上的5:10，我们现在在去拍摄的路上，等一下有机会的话就可以看到日出。有一点，这是你今天的化妆吧？有我的镜头吗？你是导演，你问我有你的镜头吗？这个我是莫名其妙被加进去的，确实不想。不是，但我以前拍过借位的，没有借位啊？有啊，没有，我们那部也没有借位啊。人间不值得。对啊，真心啊。哦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千万遍天气预报，我是郑泽远，我是李佳泽，我是王子潮，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天气，可以看到窗外的雨啊，降的非常大，可以用瓢泼两个字来形容。那么现在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0毫米每小时，那么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祝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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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！送上我祝福，特别的日子有灿烂的笑容，我们来相聚，带着满满的快乐。十二点半。我早上5出的门，我只祈求5前到家。谢谢陈星赵老板赞助的烘焙。哇，不如你们靠近一点说话。对对对对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这么自然就牵上。对对对对。走了七十。好，那就到最后一场，今天就突然收工了。起来之后我觉得厉害。这是在干什么？然后我们直接过去，我们四个人一起跳，然后下面就自己在那蒙着。剧播完之后，收到了很多观众的私信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喜爱。这个夏天是非常完美的夏天，我们明年再见了。